阿古路劲射杀魔，食尘滚扬变万能 key。曼城前锋阿古路就威啦，前日曼市打比射入致胜球，助曼城以2-1赢曼联，入步首循环之首，更加缩窄同榜首曼联差距至12分。但系联赛剩翻7场，文斯尼话已经投降啦。阿古路喺78分钟射入呢个金球，成为全场嘅亮点，以一敌四，包赢红魔首将，请佢哋食尘啦！劲射一幕更加吓窒菲尔宗师，呢个滚扬令佢一夜爆红。英国传媒话佢刺足呢个暴公仔，仲有呢几款做对比，滚扬更加成为万能 key， 俾裸女吓亲啱用，被青瓜吓亲都啱用。曼城球迷咁醒，梗系即学即用啦。网民更加辑落菲尔宗师嘅滚扬实落，认真有心啊！菲尔宗师被恶搞，老将杰斯就被狂插。39岁嘅杰斯虽在玩高张，曼联失第一球都系因为佢传失波。究竟杰斯会唔会俾人说呢？就拭目以待啦。